百年发展史啊，今天出书了。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来规划啊，特别请了这何明新校长等几位来当做总编辑跟副总编辑，我们非常感谢他们。哇，来掌声鼓励一下。我们新竹县的教育史来看，那我们最早的一个国小是新埔分教所，是最早的一个学校。那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，百年学校里面有三个学校产生了两位县长。我们做这个发展史最主要的目的是以史为鉴，替力革新，承先启后，继往开来。